进。命运之渊。没中。没有。没中。不中。再出一单。我真的很想要他。锦那个造型，你知道，他感觉必须要抽一下。哎呀，这只锦，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，氪金之渊是不是？来，抽一次50块，跟抽10次450，我们肯定是要抽450，感觉450过了，应该有一片了。哎呦，一片都没有。我群主有一个人说，他这次用那个取消啥的，就抽到。先来个一片吧，我们先随便来个一片了。命运之门，很红，哎，来，不太妙。恭喜您获得了一大堆大便，有3只猴子，红包空，中了吧？哎，一个，哎，舒服。再多取消几次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有那个啥，抽奖历史，快速选择，也可以换10抽哎，10抽，来。这就没中，没中。现在我们已经有2只莫拉重叠了，试试看吧，多取消几次吧。我们已经几抽了？哎，不是啊，取消大法，取消大法就会中了。我们现在花1000多了，我的预算是，我觉得3000如果中的话，哎，不要10抽，烂，不取消了。哎，不行，我感觉还是要取消一下。bug。用选择体验卡，哎，看，哦，按照兑换的，这些没有啥用的体验卡，都先给它换掉。舒服，又抽到垃圾，画面闪一次必中，你说像现在这样吗？他现在这样就闪一次吗？这样就闪一次吗？不是啊，欸，我真的想要这个，感觉来了，中。欸，好像有点坑哦，中。哎呦，有点贵哦，免费的还不行吗？是不是要储值他才会给我？再储一单，很难抽哎，欸，不行啦，不管。进来了，进来了，2单哦。这2单其实也还好。锦，命运之渊。哎，看看啊，我跟他先对视个5秒。我们先培养一下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。人家说什么？人家说储值就会提高你抽中的机会。让我们来试试看，但是也被取消了。没有，我取消不够多。哎，啊，储值就会提升几率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全抽了，这些再见了。来个10抽吧，抽一次10抽，没中。哎呦，9次10抽，中。3次10抽1次单，没有吧？我记得我没有命运啊，我没有吧？没有啊，这个很帅哎，这个图不行啊。力量不对错，我真的很想要它。我们再抽看看，我不相信花钱哎，这个命运之渊，来，我们直接点那个快捷图。抽一次看看，啊，免费的先给它用掉。抽，免费的，免费的是不是不会中啊？奇怪了，体验卡，2只熊猫，抽，不中，没关系，不要浪费，我们就把这个体验卡抽掉，让，不然我们用。
取消大法，然后我们抽一次一次的看他会不会中。不要啊，我不要带厨啊，那个带厨那官方抓到叫你把之前点券全部吐出来，不然把你账号锁掉。我不要用那种有风险的事情。抽，悟空啊，按太快，我没有无心鸟。其实我并没有很想要这只鸡这个造型。一下，哎，其实我真的不想要，我一点都不会想要，我真的不想要啊，我不想。好了，我想要了，拜托了。要给我连出英雄哎，五抽四个英雄哎，这个单抽的是不会中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我们这3000点券我们就全部得用单抽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要有研究精神。这个实验精神，我不信。这个头还是有点痛。哎嘘，中！这有风险的东西能避免就避免，对吧？我已经抓到他那个剑了，我没按这边。不行啊，我们要坚持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那个石头会出来。再给他一点时间。是不是要厨子啊？我出33块。不要，我不要给他打折啊！我就要一推脱案。命运之渊，我现在有厨子了。再卡了哦，他这个他感觉快要爆出来了哦，他再卡了哦。我们刚刚厨值是抽两次中，是厨不够多，我们给他按100块。要，我要，我就要单抽。他取消大法嘞，不管，我们就给他单抽按到底，来吧。我觉得我们需要休息一下。哦，对，免费的换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免费的会不会给我们中。免费的是10抽哦。哎，石头了吧？哎，免费的就毕业了。哎，有了，不需要。哎，他这个单抽是不是都不会中啊？好扯哦。哎，没事了，毕业了。恭喜只会玩刀锋成功获得命运之渊，所以舒服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，这个造型紧啊，我不要这些啊，没有紧啊，呀，要重登吗？没差，这个都不好。最强射心会双交，重登啊，重登，还好啦。我多少？没算呢，几千台币吧。哎，有了，舒服。哇！我将拥抱暗之力。哇，帅！现在躺起。哦，命运之渊相框，帅，换一个，命运之渊在哪里？哦，帅，厨子才可以抽到这个命运之渊啊。不过这次这么多东西，我好像真的是厨子，只有这个命运之渊是让我厨子的，其他的我好像都没什么兴趣啊。大概两单吧，两单多一点点，然后剩下2000多，两单是多少？送4000多，4000多点券，6000，差不多5000多台币吧，5000差不多吧，还行啦。哎，这个花钱啊，要衡量一下。哎，就这样。